大家好，我叫沈天天。说实话，现在的我很慌，因为我正在被一群卖假药的绑架了。不过我不是很慌，作为女主角，在有危险的时候，男主和男二肯定会出场救我的。果然，赵明演他来了。虽然他救我的样子很潇洒，但他装酷撒娇的样子也真的很欠打。就当我再一次对赵明远改观时，摄影师又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。不愧是你赵明远，一手偷梁换柱，成功地把我的染料梦破碎了。然而我是这么好欺负的吗？我沈天天在玩套路这方面还没输过。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虽然遭到了小人的阻拦，但这次设计大赛的冠军我还是志在必得的。毕竟我的肩膀上承担了太多。然而当有的人专心地搞事业，就有的人在专心地搞爱情。唐果儿自从离开了赵明远，被他小野同学就开始了自己的追爱之路。虽然都不是什么正经人，干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事儿，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我居然又成了局内人，又是一起乌龙事件。我是打死也想不到，王野原来喜欢的居然是我。我说编导脑子瓦特了吗？非要搞这种转折吗？这下好了，唐果儿肯定更恨我了。黑化的女二加上腹黑的女二他妈，这样的阵容我顶不住啊。幸运的是，我们目前还是一个阵营的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在我和唐果儿的完美配合下，成功的窃取了赵明远公司的设计图。这种商业间谍片看起来可太适合我了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两个男人相耳缺。哎呀，我越来越期待明天的设计师大赛的颁奖了，相信我一定会拔得头筹的。